来了，兄弟们啊，有老铁私信我说，你能不能挖一个海老鼠啊？我就会带着我弟弟跟我妹妹都给你一个双击啊！啊，有这么好的事，那必须得挖啊！今天挖了啊，海老鼠给我出来，大老鼠，嘿嘿。有老铁反手进来就给你个双击，哎呦，老铁你怎么要他都不会给，那不给双击，老铁加快！兄弟姐妹们，我这一网子下去可就不得了了啊！成千上万只大闸蟹的宝宝就这么出来了啊！它这么小的时候都是生存在海水里边的，随着慢慢长大就可以放在淡水里边生长了啊！有很多朋友第一次见过这么可爱的小蟹宝宝，他就不敢双击。有的朋友给了个瓜。现在老铁的要求是越来越过分了，非要我抓个巨型鲍鱼，说是会给我留下一个双击。我赶紧来到海边，假装给他抓到一只。那个老铁在不在？在的话，能不能假装给我留下一个双击啊？假装的就行啊。吃过鲍鱼的老铁扣一，没有吃过的扣二，别忘记添加上一个小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喽。来老铁啊，这两天总有朋友啊私信问我说这个八爪鱼怎么吃啊，像这种老的成精的八爪鱼啊，一定要把它的牙齿给抠出来啊，它的牙齿很锋利的，像那种年轻帅气的就好比我一样就可以直接吃了，连清理都不用清理。老铁们啊，咱这个泥鳅钻豆腐，现在这个泥鳅还不算太活跃，咱给它喝点啤酒，喝点啤酒它就能活跃起来了，然后咱再加热它，看看到底能不能钻进去。想看的老铁双击加关哦，你看见没有，正在钻豆腐哈，想看的点我头像看我现场直播，正在现场直播，抓紧时间进来吧。